event 比较特别，比较不像是 otaku event。今天是桃园队兄弟的棒球赛，然后今天主题是Yokoso桃园。等下我要教上万名观众如何二切，然后我在这位置教上万名观众打E跟 miss。在这个赛前呢，要来简单的跟大家来做这个日本文化的一个教学的介绍。那这个我们待会呢，我们的天之Sky也要来演出。那我们先掌声来欢迎吴用男，来来来，介绍什么叫做打役？打役是什么？等等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打役。打役是一种日本的，它对偶像啊，或者声优，还是表演者，用因缘行为。然后通常会在大夫场可能有空的地方看到有人打役。打役的话有分挥舞动作，然后跳跃，然后还有口号。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2011年那时候电玩展有个影片，就是战斗歌，大家这样有没有印象？他的动作呢就是打役。等一下会表演的团体就是跟他们战斗歌台上那个表演团体是一样的 Kinista。然后等一下我会教几个动作，大家就一起跟 Kinista 一起打役吧。好，那我先教大家几个动作。左右拍手 OAD 这个动作，一二，这是第一个动作。 Rosario 就是画十字架的动作，对，一二，超这种动作。然后副歌的时候要打一个动作叫 Santa Snake，就是直译中文就是雷蛇，这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2 2 3 4 5 6 7 8，这样。天罗再试一次，这个副歌比较难，再试一次。好，开始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 6 7 8。然后这边是副歌结束之后，再来第三段副歌之前，有时候会有慢下来动作，大家会 K 起来。K 起来意思就是双手向前拍，对，拍手。有没有？大家这样子会太快吗？我再重新讲一次整个流程。从音乐前奏开始 ，OAD， 一二一二一二，然后接下来是罗莎莉奥，十字架，抱十字架，然后再来就是进入副歌要打刚讲的雷蛇。2 2 3 4 5 6 7 8，然后这边在这边之后会有个 romance 动作。 romance 呢，你比较常看到就是左左右右左右左左，一首歌大概分成三段，通常就会大家会打不一样的动作。然后今天就大家简单教大家雷蛇这个动作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谢谢，掌声鼓励。好，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文化哦。那么，希望我们现场的小队们，你放心，我们全朋友呢，这个舞蹈细胞都相当不错。那有兴趣的小队们呢，可以一起来做体验哦。我们掌声。
重要的部分，我忘记教 mix 了。伯他们只给我三分钟，真的是有点赶。我在想如何更简化，太紧张了，程序上有点乱掉，有点懊悔。如果能在棒球场喊喊 mix 打打意，其实还算一个蛮特别的体验。期待下次这种游 coso 桃园的主题来办。哦，对，我本来想说穿着我的 TK 马姓的衣服过来，我突然忘记了，今天是桃园队兄弟。这样黄色好像有点来乱。如果有人觉得我来乱的，那抱歉，对不起，误会了。虽然二届本来就是来乱的嘛，对不对？OK， 那今天影片就结束了，拜拜。